我是大熊，这是我爸，一个肚子饿就发脾气的包租公。哎，大熊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，爸？今年过年啊，带个女朋友回家。爸，我还年轻，不着急。还不着急？我在你这个年纪啊，都当爸爸了。我也是啊。嗯。大鹏，叫声爸爸，今晚带你上分。爸爸。我还有好几个呢，你要听吗？爸，等我一下。来门边坐对，来怀念过去，从共度患难日子，总有乐趣。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躁躁，在美梦里见证每日片片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见你心与罪，所有故事像已化身漂泊在雨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周身已在昏睡，任眼泪已带走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是好吃，怎么用意面做呢？中西结合嘛，让你先适应一下。适应？爸，我女朋友。Hi Dad, may I speak in Spanish？ 我是大熊，这是我爸，一个肚子饿就发脾气的包租公。爸，那不是我们的拖鞋吗？他怎么了？我想他了。他不是去跳广场舞了吗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妈啦？胡说，我一直很关心他。上个月我妈去迪拜旅游，她出发了3天，你才发现她没在家。哦，还有昨天我妈口红换了个色号，你没发现吧？支付宝余额0元。嗯，等我一下吧。跟他结束，他与他在一起，你小心，一吻便颠倒众生，一吻便救一个人，给你拯救的体温，总会再捐给某人。爸，爸，今天是我的本命年，我想换台手 GTR 是吧？哦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，谢谢老爸。哎，老婆，妈，你回来啦。我是大熊，这是我爸，一个肚子饿就发脾气的包租公。大熊啊，给你个任务。爸，我刚开了一把，现在退出很没道德的。不好了，送你一辆 GTR。父亲大人，什么任务？介绍一下这个罐头。爸，这是广告吗？是的。哦，金枪鱼罐头，好吃。认真点。你就不要水晶金枪鱼罐头，高蛋白低脂肪，一句话说就是好吃又健康。还有它是水晶的，不含底底油，没有任何的调味，所谓大道至简啊，爸。很好，给我这个菜去。爸，你不生气啦？给我，快去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想吃就想要。对了，爸，我们为什么要打广告啊？过年了嘛，租客都走了，没收入。啊，你太辛苦了，买它，买它 ，Oh my God， 买它。